大家好，我是 Evan， 中文名字叫马正环。那我在《中英三国》里面饰演的是赵云。赵云这个角色，他就别人都会形容一个字，就是帅。那我觉得，我跟他最不一样的点就是，赵云不管怎么样都好像是一个完美的帅的状态。那我私底下不像赵云，就是很多时候是我看一些花絮，我很糗，会讲一些东西又很干，然后就是会让人想要吐槽我这种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反差，他是永远帅，永远不管是开玩笑帅，或者是在打戏的时候帅，我是常常私底下被他们糗啊，被他们笑啊之类的。一开始都就是有一个形容词啊，就是哦 ，You got heaven， 就是我直接就是把整场关掉，因为我讲了一个超不好笑的笑话。我就觉得我不相信我不是不好笑的人，就是我觉得我有梗，只是反正你问子红啊，我一小阵子他说话 ，Evan 就是梗王呀，我听到那个超级爽。You miss 100% of the shots you don't take， 不要为一次失败而放弃你对象床。OK 了。You miss 100% of the shots you don't take， 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而放弃你想讲笑话的乐器。我记得印象深刻的就是，我要泡温泉，但那天就是水是非常透明的，所以哇，你也太舒服了吧！一切都看到，那我就觉得第一次，观众或者我的粉丝看到我的身材，我觉得一定要是一个超完美的。反正我就是，为了那场戏给了自己很多的压力，就是身体变好了。我觉得我达到效果了，因为我听到最爽的一句就是，我脱掉衣服的时候，有人就说，老公就是一个小吕布嘛，我就听到就觉得好，因为大家都知道。剧组最壮的演员就是吕布，他超猛，然后我能当一个小吕布，就是很爽。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一定要看《中英三国》2017才会知道。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